大家好，我是木伟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孩成为恶魔候选人，只用动动嘴皮子就能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。蒂姆从小是个爱笑的孩子，笑点低的他，在各种场合都控制不了自己的笑。他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，妈妈去世的早，他和父亲一起生活。原本父子俩过得好好的，但随着一对母子加入自己的家庭后，日子就变得糟心起来。名义上的兄弟和他相处不睦，继母又偏心自己的儿子，对蒂姆毫不客气，甚至为了他的事和蒂姆父亲大吵大闹。 后来，蒂姆的父亲因意外去世，爱笑的蒂姆再也笑不出来了。他在葬礼上伤心地跑开了。他来到了和父亲常去的赛马赌场，在那里，他遇到了一个大叔，他自称知道他们父子俩的事。那个大叔还帮他下了一个注，买的是父子俩平时最爱买的马。没想到那匹平时根本没赢过的马，竟然成为了冠军。蒂姆把赢来的钱拿到手后，却被两个骗子骗走了。之前那个替他下注的大叔又出现了，给了他五分钱，还约定了下周日的见面时间，说如果这样做，他就能一直赢。 他如约到达了那个地方，但身上的五分钱又被之前的骗子偷走了。大叔说他失去了赢钱的机会，但他还有一个选择，就是把笑容卖给他，之后他就能赢得每一个赌注。但这个协议不能和任何人说，不然蒂姆就会失去赢赌注的能力，也拿不回自己的笑容。 为了赢钱给父亲买一个墓碑，他签下了这份合约。他照着大叔的建议下了注，然后果然赢了。但在那之后，他也失去了笑容。天上果然不会无缘无故掉馅饼。得到了男孩笑容的大叔开心不已。原来他其实是一个恶魔，之前的骗子是他的手下，骗钱偷钱都是为了让蒂姆和恶魔签署笑容合约下了套。 手头变得十分宽裕的蒂姆引起了朋友艾达的疑心，追问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。蒂姆开玩笑说，因为他抢劫了议员。但说起这个玩笑的时候，他根本笑不出来，所以把艾达吓了一跳，以为他说的是真的，跑回去跟妈妈担忧了说了这件事。而母女俩的谈话又被旁边的一个食客听见了，食客又跑出去跟附近的邻居说，就这样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最后的版本变成了蒂姆痛打并抢劫的一员，继母也信以为真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蒂姆解释了这些钱都是他赌马赢来的，因为他逢赌必赢。继母对他。 越来越客气，但没有了父亲的家，他根本不想继续待下去。于是他离家出走，在酒店找到了一份电梯服务生的工作。上次抢劫议员的传闻，归根究底是因为艾玛跟他妈妈说了他那个玩笑话。于是艾达和蒂姆逐渐疏远。艾达为了表示歉意，亲手给他做了个蛋糕，可这个蛋糕被继母的儿子吃了，蒂姆根本没有收到。他们本可以在分别的时候说开这些事情，但他们终究什么都没说。 哭着跑回家的艾达见到了骗走蒂姆笑容的恶魔。因为艾达是畸形族，他一直很在意自己这点缺陷，所以在他的哄骗下，艾达用自己的眼睛换了一双正常的脚。 蒂姆赢钱本来就只是为了给父亲制作一块墓碑，失去了笑容的他越来越不快乐，他开始后悔了。只要他下了注输一回，他就能把笑容拿回来。他和恶魔再次见面的时候，恶魔第一次摘下了墨镜，蒂姆觉得这双眼睛很熟悉，这让他想起了艾达。他赶到艾达家，果不其然看到艾达拥有一双很奇怪的眼睛。蒂姆决定帮艾达把眼睛拿回来，于是他跟艾达打了个赌，用五分钱赌他会拿回原来的眼睛。在打赌生效的那一刻，艾达的眼睛果然回来了。 为了让自己输一回，他打了个自己会比世界上最富有的男人更富有的赌。没想到当天晚上就有一群警察来找他，声称身价世界第一的富豪突然自杀，而他唯一的继承人就是蒂姆。从此，蒂姆真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男人。但这不是蒂姆想要的结果。恶魔告诉他，地球在他眼中其实只是一个模型，他可以像操控游戏一样操控这个世界。他想培养蒂姆成为自己的继承人。在恶魔的影响下，蒂姆变得越来越冷漠，甚至会亲手操控让两辆火车相撞。 为了让他恢复原来的样子，艾达和他打了个赌，赌他不能笑。一开始，蒂姆并不接受这个赌注，在艾达的劝说下，他想起了自己当初拥有笑容时的快乐。在他们赌注生效的那一刻，蒂姆终于拿回了自己的笑容。他开怀大笑的时候，才是自己真正开心的时候。失去了笑容的恶魔只能黯然离开。蒂姆住进了艾达家，过上了温馨、平静又快乐的日子。 如果是你，你会和恶魔做这样的交易吗？本片来自剧情片《卖笑的蒂姆》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，我是木卫，咱们下期再见。